我是真心的替身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我敢有跟你欺负啊？你讲啊！我是不是对你做出连真心都不如的代志？你去甲我讲啊！不是，你不是真心，我嘛无怪你，无需要你负责，你就当作这件代志拢无发生，好不好？所以我真正对你做出一件代志。你真是呐！我有煮烧汤要替你醒酒，你赶紧出来。我昨暗有啉一寡酒啦，安奈后来我拢袂记啊。啊，你当啉酒醉啊，当然嘛袂记哩。所以后来敢有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啊，无发生什么代志啦。 只是你啉酒醉后，我甲你扶到我的眠床顶去啦。咁真正就安尼啊？真正啥物代志拢无啊？你莫想遐济啊！啊，那呢？是安怎你自拄则都毋敢看我目睭啊？我无啊。无？啊，你目睭哪会静静啊？无啊，可能是。 有物件走你目睭，无啥爽快。哎，啊你手内受伤，啊，不过嘛无错。昨下我是毋是对你做啥物代志啊？无啦，我都甲你讲无啊，啥物代志拢无发生，拜托你莫讲梦啊啦。你愈安尼讲，就愈有问题啊。刚刚你身躯底的伤是我用的，昨下。 我是不是对你做什么代志啊？我真正无要紧。我知影你是想过思量小轩，我的命是小轩救的。你若是把我当作是小轩的替身，我嘛甘愿。你放心，我把你当作是小轩的替身，然后呢？ 哪里我敢有跟你欺负啊？你讲啊！我是不是对你做出连真心都不如的代志？你去跟我讲啊！不是，你不是真心，我嘛无怪你，无需要你负责，你就当作这件代志拢无发生，好不好？ 所以我真正对你做出一件代志，我不是人，我是清醒，我不是人，我是笨手，我是清醒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。太恶劣了！你妈的，我无怪你，我知影你真是伤过艰苦啊，我可能有你遐尔伤心劳目屎，我真系想讲要安慰你。 我知影，我知影你把我当作是小雪。我一万分，是安怎我不是小雪，是安怎命运要安尼创治来？小雪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是人，我是笨手。 我不是输给我爱你啊！